是中国24节气之一的春分，寓意着生机和希望，所以特意选择在今天邀请朋友们共同庆祝属于全球女性的节日。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适合春天饮用的中国名茶，还有来自上海、浙江省、广东省的茶点，希望通过中日共通的文化纽带，以茶会友，以心相交。